和你的伴侣轮流说出心目中对对方一个品质，一个很好的品质，然后每个人说五条，五条，那就是我们三个的话，我们就对一人说两个好了，好，一人说两个，嗯，好，最好的品质，品质是 quality， 最高品质，静悄悄，对啊，我们 again 只是讲你们身上最好的散发最好的特质 ，yeah like you're big。Oh, what? Huh? Huh? Big heart. Big heart. Yeah, yeah. Huh? Okay. 都要看着对方哦，看着对方讲。那不然就 anyone can go first. 我讲你的，你讲他的，他讲我的，这样。哦，我也是一人讲两个。我们每个人要对另外两个人讲两个。哦，都各讲两个，各讲两个、哦，所以一个人会得到四个。四个。OK。对。好。好。那谁先？哎，我们轮流，一人一个。OK。我先讲凯，嗯 ，OK， 凯呢？嗯哼，什么了？还没，突然想笑出来，笑屁哦！凯 ，knowing 你的 ，stop， 你不要，为什么要这样子跟我那种 ？I'm ready for it。你的 personality 是 INFP 嘛？嗯，所以、有时候在外表上看不到你心里在想的事情，嗯、但我知道你心里其实在想很多事情。OK， 然后这一点呢，其实你会默默的关心到别人。嗯，有一点呢，就是我差那时候差点哭出来。那时候我跟凯去吃咖喱，然后我们从咖喱饭回来，然后他就是先回家，我去他阿公家。嗯，然后我已经到阿公家，他就打给我，然后没接到，然后他就传一个 text message， 然后那时候我真的就腿软，然后就开始哭。他说：“好。”他说：“你有带雨伞吗？”因为那时候下大雨。哦，对对对对。然后我以为他打给我是，我以为是他没有雨伞，他要借我的雨伞，因为他要走比较远的路。反而是他在关心我有没有带雨伞。嗯。所以我想说：“哦，可爱，你关心我是不是啊？”可对呀。哇哦！我都忘记了。你是默默的关心别人，你不会秀出来的。我已经忘记了这件事情了。Damn. A good start. Good start. 那你要再讲一个。那再一个一个，那你再讲，你再讲他。Okay. 我来讲 Sean。嗯。哦。这个我好像讲过哎。嗯。这个我应该讲过吧？就是那个我从 Sean 认识 Sean 这么久。嗯。哦，这个你讲过。对。但我现在先在讲这个。嗯。就是 Sean 他从来不会说别人的坏话。嗯 ，You really think you sure？ 他如果有讲你坏话，你知道？我不讲别人，我只讲你的，只有讲你的，不是讲你的坏话。你是不知道而已，怪不得我没有听过他讲别人的坏话。你对我来说不是别人，只讲我的坏话。对，对，但像我觉得这个是个很好的 quality。嗯嗯，就是当尤其是在 in a friendship 里面，这是一个很好的 quality。嗯哼。就是那你就知道他如果完全谁的坏话都不讲，你就可以很 trust 这个人这样子。嗯哼。Nice. All right, kiss,、okay. kiss, kiss. Yeah, let's go. 来讲我吧。讲你啊。What you gotta say, man? Say it to me straight up. 嗯，想不到。我有两个在讲，讲要讲哪一个？我想讲，我先讲贴心。我等一下我们一人等一下讲一个好了，不然这个有点会有点久啊。好的，一人讲一个贴心。我觉得贴心其实应该多数人都会有啦，就是程度的强烈。可是像我自己，我也觉得我应该算贴心的人。嗯，可是跟 Daniel 出去之后，你会发现他在贴心这件事情上面很主动，很积极。嗯哼，就是我可能也会觉得，哎、欸，是不是怎样比较好？你们会不会那怎么样才会帮助到你们比较多？但是 Daniel 就是想到就直接做，所以你会看到很多时候，包含酒精路跑啊，那个时候也只有 Daniel 在担心，哎、欸，摄影师后面会不会跌倒还是什么？就只有我们两个人，两边对。然后包含其他好多事情哦，就是跟你在外面的时候，就会发现你的行动力跟你的贴心是绑在一起的。嗯，有些人可能他贴心，他觉得哦，你这样子会冷，但是你是一想到就会给他外套的那种人。嗯，我给过你外套，没有啦，还没机会。比喻夏天也很热、嗯，
夏天有点热，下次我又给你抱穿一下，然后给你外套，下次直接这样抱，从后面抱着我这样。I've done that before， 会冷吗？会冷。哦、oh, ，OK， 对， okay. 我觉得贴心。Nice，thanks、okay. man。Yeah，anytime。好，那我讲一下呢。OK， 你把我的讲错，我本来讲贴心的。你是，哎，那我不能讲贴心啊。嗯，完了，那这样你如果又讲了一个，我等一下要讲的。好，那我讲贴心好了。I'll save you。你很贴心，但我也想什么？但你的贴心是非常细腻的贴心。哦、oh. ，就是你会平庸老师听到这边哦， oh? 还说 no， 有吧？有吧？就是你是想事情会想到很 detailed 的 level， 你会说嗯，他这个。这个会不会影响到他？嗯，那我怎样做可以让这件事情让他可以更舒服一点？嗯，哦，这样子 ，True，Yeah， 好像有，就是他对啊，就是这一点很，他有个执着，对执着，他就是不管什么，嗯、他就会先确认别人都有照顾到 ，OK， 对，他才会去开始玩他自己的这样子，对，就是别人的情绪他照顾到的时候。其他的，等一下，现在是我讲他，你, okay, okay. 你要帮我，我帮你，我帮你 pitch in，pitch in， 对，但谢谢你，就这样子，就是 very detailed 哦、oh. ，detailed 的贴心 ，OK，OK，Yeah， 好，换我，你讲、欸，你讲，换好都行，因为我们要顺回来 ，OK， 那你讲， okay, 我讲你的 ，OK， 我觉得这是我观察到最明显，也是我最缺乏的。就是你散发一种自信心，哦，不是说你很 cocky 哦，是你的自信是，就是怎么讲，越自信的人越有魅力，嗯，这个从你身上是看得出来的，嗯哼，就有时候像我会对自己，好比说我讲的话，对，或我做的事情，嗯哼，因为像你讲的，我会讲很细，我会想到很细，所以我会想到别人会不会，哎，别人会不会觉得怎么样，或者是这件事情会不会其实根本就。还好 我会很多自我疑惑。可是 Kai 他就是一个doesn't care， let me just say it 不是，他是一个，他不是那种自大的自信，对对对，他是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我知道我讲的事情、嗯、就我不是在乱讲的。對對對 You sure about that？ 但他虽然在乱讲，他也是讲得很有魅力但我觉得是特质散发的问题了、嗯、他给别人的一种就是哎，这个人很 interesting， 他知道自己在干嘛。对对 对, 对，像如果我不认识你的话，嗯哼，那我在酒吧看到你，然后再跟朋友聊天，聊得很，我就觉得哇，我也想要知道他在讲什么东西啊。觉得看起来就从外面这样看的话，那、嗯、我觉得这很重要。就像他讲故事的时候，他就是用这种方式在说话嘛。对，所以变成听的人会很想要听。哎，所以接下来那后续是用 Tinder 啊、哦？请不继续？我叫完了，谢谢。很有魅力的、啊、很有魅力，对，很有魅力。嗯，我觉得其实比较像是，我只是分享欲比较强。那我来讲 Daniel。OK， 我觉得 Daniel 确实是很贴心。什么了？我们 Real Fake 就是很贴心的男团。对。但我觉得很跟Sean的贴心也比较不一样。对啊，我刚刚对对对，确实。他是讲我贴心，我讲他贴心。你们这样讲完，但我觉得没关系，可以讲。Daniel 是一个很温暖的人。哎、嗯，他是那个 ENFJ， 就是他会在这个他在场的时候，他会照顾大家。一直碰到这个麦克风，他会照顾到大家的情绪，他就会像是一个暖流把大家包起来啊、嗯，就是大家都被他包覆在这里面的感觉。小太阳，对。就让大家在里面就觉得哦，很温暖这样。因为我之前那个分手的时候嘛，嗯、然后我那个时候其实，因为我就是情绪喜欢压在心里面，哦，对对对对，我说不太出来这样子。嗯、然后 Daniel 就很照顾到我的情绪，就是帮助我去把这件事情跟大家说，这样帮我把那个情绪。哦把我的情绪烘托出来，这样子，我只是逼他讲，所以就有一种给我一种安全的感觉，就是说，嗯，我在这里我可以 express myself， 嗯、uh-huh. ，it's a safe place 这样子，嗯，因为这个行为是 is it a safe place？ 我懂，嗯，安全感，所以我觉得那个很感动啊，嗯，
嗯 ，Got you， 就是在你脆弱的时候，你的那个需要有个引路人帮你引出来，因为你现在很脆弱嘛，你觉得你的心要是受伤的话，你就是他的 can't take it anymore， 他就是让你感觉到 safe 的那个人。对对对对对。嗯，哇 ，damn， 这个 real fake 团好暖哦。给自己拍拍手呀！哎呀，天哪！我觉得我们这一题有比上一题进步，进步很多。这是这是唯一一题我没有认真回答，真回答。对，你把整部影片看完了，很强哎、欸、，Dude。If you want to watch more， 就点这边链接，有看到吗？我再没看到。